停頓拜六禮拜天數當好，基本上同埋各地嘅中央本土黨工一條黨來咯。黨主過後咧，東埔、中埔已被升起，有黨車落去起飛。不過天光日拜二起事，連登有兩日咯。受到貴方面通過韓國東北季風影響，北埔、東半埔温度會變得較大、較涼一些咧。我亞春方面呢，對中南部天氣影響唔大。连着一礼拜，高温差不多都会到28度以上。土台北车站嘅寒夜表，今日早上台北天气系28度，冻住过后高温有可能来到30度卡加。连着今日嘅高温都会拜二方面通过，天气就会来改变。华南一带呢，目前有一道锋面正在建立，那预计呢，它明天就会通过我们的台湾地区哦，对我们的北部、东半部的天气造成影响。不过通过的速度快。然后，锋面的结构也不强，所以预计影响是不会太大，造成我们天气短暂的转变。影响最大的北部地区来讲，我们今天大概是31度左右，那明天的高温大概是25度，所以大概有高温的部分就有5-6度的误差。锋面抗药，韩国通过嘅速度冻结，北部天气拜二拜三温度就会略略的下降。不过，一些冷空气对中南部天气系影响唔大，高温还可以停28度较加。今日气象署咪针对江宜燕、台南市、高雄市天气发布高温预报，将三日内冻住过后，高温就有机会超过36度。在今天是比较热的，那各地的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。那近山区河谷呢，温度可能还会再高一些，特别是在嘉义、台南、高雄的近山区，我们今天预计呢还是有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。那我们也针对这些地方发布了高温资讯，请大家要特别注意防晒，多补充水分。基本预告天天时以后，天空显示北部东部天气就会转强变天落雨，东方面所在天时变化较大，一直到拜六礼拜，华南云雨期水气增加，落雨机会将会提高。下个新闻，林金友、王秀洲台北报道。